目前
预计大概寒假期间会有灾难，寒假期间啊会有一台全世界上最新的机器人啊即将会进驻的你的星球中。那这台机器人它可以跟你聊天，它可以跟你聊天，到时候啊欢迎同学们，我们会有那个企业家会有见证仪式啊，欢迎同学们啊，欢迎同学们，到时候啊那个我们校长印记把它放在图书馆，那你有兴趣跟他跟机器人聊天的人，什么叫做跟机器人聊天，到时候欢迎你去图书馆借完书了以后才可以跟机器人聊天啊。这第一个，你的学长姐明年会考结束了以后那个月的活动，然后我发现这一次教务处里边啊，这一次教务处里面有出了一个 很有创意的那个刊物，就是学校除了校庆之外还有可以办什么样的活动。同学们啊，我们即将要规划的是，你们的学长姐会考完了以后的那个月的活动，那你有什么想法呢？去年啊，同样在这个场地，去年有在跟这个场地参加舞会的人请举手。我这里有，好，来放下来。我想啊，时代不一样了，本来就是应该啊，你会什么，你的专长是什么，就要尽其所以的去展现你的专长。各位同学，我们社团发展的越多元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们你的成绩是越好，读书之外你有喊哪一些专长真的不要忘记了。以上，我们